人想着爬完这台电机，再接着爬下一台，那还是去福特游吧。那朋友即将倒地，发个位置信号，在这里等队友过来一起治疗。第四台电机，那位同学发出压机信号，那我们直接去大门附近。队友倒地，准备开大门。这个时候拼命脑补队友此时情况，挂机六号演员。算了，见机就燃。几番波折，终于等到了队友的大心呐，去开大门。两人正要开好家门准备逃出去时，现在队友只要往大门跑就可以平局了，我们再回去看一下队友。最后一队友全部祭天结束游戏。